个先生哦，很勇敢，他就把窗户击破，击破两个窗户，塞塞有一点空气进来。啊，你坐第几节车厢？啊，我第六车厢。第六车厢。嗯，变形都碰我，头前太严重了，头前有比较重伤。嗯嗯。那我们后面是都是轻伤。都是轻伤这样。